给的零呢？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会不会继续啊，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全部都解完的 feel， 我觉得非常的轻松。感觉已经击败了这个游戏的感觉。没有，就是其实还是要看未来的我怎么想。哎、欸，我这个游戏击败了我，这蛮好笑的，其实。so sad, it's so sad。没事啦，只要不要被击败，就不会被击败。谢谢你讲的干话，不客气。要不我们玩一个快的，就是因为我前面有一些没有到 A 加。可以啊。拜布，不，从拜布。拜布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不是。假啦。可是玩的是前面的，又不是。也不是 A 计划，也不是一个人玩的、啊，是我们一起玩的、啊。对啊。简单的啦，简单啦。风风可以的啦。我的幸运人。唉。猫，你 OK 吗？不要不要，我不玩。你真的不玩？我看一下、哦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好了。OK。下次再来。拜拜。OK。我先放。OK。哎呀，等一下。好、哦，蓝叶。怎么突然叫蓝叶、没有，我看到蓝叶突然出现了，刚刚没进来。天哪，蓝叶！哎、你看起来好好 好丑、哦。好。哎、不要讲出来。真的很丑，很独到的，很独到的装扮。哎、那日鬼，你抽到的是哪一个？因为每个人抽到的都不一样。我在想那个像那个像牛仔那个。我也是，你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看。也只有那个好看而已。第三个真的是我不知道是设计出来干嘛的。第三个，我觉得那个厨师的那个装扮很。不是，不是哪，就是那个。我的是全身都是电线的那个。好丑。那还这个比我这个好一点。真假的、我跟你讲，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。对，我就是黄色的那一个，有够丑啊！他看起来像是小丑，只是黄色那个还，这是个，真的很奇怪。标准觉到底是谁设计出那一套衣服？那套衣服是世界上最丑的一套，有衣柜里的所有衣服都还要来的丑。我的是这个，你们看，我的是这个，我看一下，那个等一下，那哪？阿丽娜，你怎么没换？你怎么没有换？不要，那个要我10000块钱，要求贵哦。买买买！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很丑哎、欸，解锁的黄色的、欸，买买啦，很丑哎、欸，买一下嘛，买啦，我们都买了，我们都变丑了，你要跟谁丑？真的是最丑的、欸，不是买那个最丑的衣服，然后自虐是不是？我存了这么久的钱，啊、然后就是为了那，就是为了买这一件衣服，买啦。可是这样我就要没钱了哎、欸。没事啊，反正这些钱你不能干嘛？之后你想要钱，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玩，然后就可以赚钱，对不对？对。是那个真的很丑哎、欸！天哪，到底是谁发？买啦！他会降低我的颜值哎、欸。买啦！我们爸是不会笑你，我们不会笑你。你想想，那个蓝燕可以进来一下吗？我想选一下第二个好看。啊？
那我看一下。我感觉第二个好看。好，你们评分秋色好一致认为啊，最丑的还是他。其实我们这两个算是蛮同个 level 的丑度，最丑的还是那个红色的。最好看的是那个牛仔的那个。对呀、啊。红宝，我跟你讲，你搞不好你重色你就是最好看的那一件，因为我们三个人拿三件不同的。对。我们来啦，林啦，总共四件衣服，哎、欸，真的很丑哎、欸，哦，拿啦，很丑哎、欸，哦，天哪，很显胖哎、欸，再玩一次 X 计划，就马上就有钱了。对啊，再玩一次 X 计划，然后我们立刻再重生，然后就可以买到新的传说衣服啊，对不对？拿啦，真的很丑，不是啊，这你就是他太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丑的有喜感。对啊，我不喜欢。当做博君一笑吗？是那件包紧身衣，然后嘴巴露个洞的。包紧身衣，不是，是黄色的，然后肚子那边有两个点点，然后胯下一个红点点。我们这两个真是平分秋色。通通你上线，通通你上线，你就可以看到。我们没有让你玩，就是你上线。林兰，他真的会脏了我哎、欸。反正大猩猩嘛，再洗澡就好了。没有啊，峰峰应该也有一件啊。没有，他没有重生啊，不用重生就可以了啊。真假的？那峰峰你也去看一下啊。你不用重生哎、欸，你是哪一件？等一下，哎、啊，你怎么还没换？我很，那我可能啊，好，不要乱看，等一下。那哎、欸，可是这个很丑哎、欸，我等碰碰来再穿好不好？好。我还不晓得现在穿的呢。啊，好啦，我换一下衣服啊。等碰碰上线啊，等碰碰上线，不行啊，碰碰你说上线，快点，我邀你，我先邀你。我应该可以直接进去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泡泡，那你泡泡，你先去看。等一下吗？你的衣服，你去看一下你的衣柜，你抽到什么？你抽到哪里？好丑，第一套。第一套是你没有？在你看来，它是第一套，你可以买下来吗？可以。好。对，它就是全身都是刺，然后尖尖的那。哦。那跟我一样吧？那应该跟我一样。不是，应该是那个蓝叶的。哎、欸，蓝叶的吗？嗯。你穿起来，你没穿。是那个深的。啊，深的、哦。那你去穿起来、啊，穿起来啊！我这他妈有个丑，真的、啊，穿起来。没有你的没有林阳的丑，你的没有。没有我的丑，你穿起来、啊。我不要。穿起来。你林阳先穿，林阳穿。你先穿。林阳要最后，因为你的跟我一样，所以差不多，所以可以穿。哎、欸，你是那个肥肥，然后肉都挤在一起那一套。对，有够丑的。你换、啊，快点。你先换。我都在楼下，我房间楼下都上来了，我不想再上来一次。哦，你们这是啊、哦！快点换啦！买这个干嘛？我走。要玩我们。哎呀！哎呀！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林兰，屁呀、啊！我就不信，我买了之后他一定不会买。我已经买好了。他已经买好了。我只是没穿出来。对，好，走，我们一起下去，我们下去看你，走。很可笑。啊，这个是来。这样，我出去。蹦出来。干嘛出不来、啊？快点！因为我要换衣服了，你这个跟出去跟进去根本没差，好不好？跟玻璃看的、啊。
好很丑，怎么可以丑成这样啊？很丑，很丑，啊！还要小，还要小帽子嘞！漂亮漂亮，马尾真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梦想发型，就是马尾耶。除了这一点以外，其他就啊，你的眼睛是肿起来的。对啊，我没有办法跟你共处一室，我们好丑哎，我们好丑。按 tab， 按 tab。嗯啊。天啊，我要笑死，好丑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丑丑四人组。你让我账号给你，帮我播那个人。你还不如杀我，我跟你讲。不行啊，不然你帮我播，我请你吃东西。哇，什么？哦，考虑一下。哇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不行的，这样感觉那个，这样感觉。感觉啥？那你帮我下次吃饭，我帮你付100块。啊！怎么越来越逊？你怎么可以只有100块？你手回大张，我们俩在讲什么？我帮你想什么？我请你下次吃饭的时候来餐请你，可是不对，这样子我操！不会，我又没有吃很多，你看到我中午吃了什么吗？哎呀，你不能100块，你要嘛就给300，好贵哦，300很贵。啊、那你就是没心嘛。啊，300有够贵。对啊，那样谈条件还降价的、啊，拜托我帮你过哎、欸。打都没那么贵。不要老是他没有说请嘞，他只是说300而已，要不然他本来要吃500。好不好，你知道里面的关卡有几个吗？来，我们来算一下。首先，你要去把你的资料弄死一关，再来你要去找钥匙一关，你要去找音频一关，然后你要去放录影带一关。你结束之后，你还要逃跑有一关，已经是五关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直都在逃跑，其实。要么就是最后逃出去的部分。那个还好，那很简单。那其实蛮简单，老实说对。好不好？四关300块已经很不错了，对吧？点头。没那也400块。一关100块的，对啊，我们一关100块。我没有办法只是你猜一出。啊！我穿衣服，我去换。我去换。我也没办法指示我。你现在真的好丑啊！算了，没关系，我自己也看不到。OK。我觉得你穿这样去，就是啊，我就会被你吓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会以为你是鬼，然后跑就跑了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我会转到四人桌玻璃。好不好 ？OK 的吧？好不好？哦 ，OK 的吧？啊，你要300好贵哦。300，200 OK 的吧？300。如果把那个玩家名称关掉的话，那我们在游戏里面玩，真的会误认对方的鬼。你那么自虐啊！而且你把玩家名称关掉的话，甚至不知道哪个是假的。对，确实。衣服吧，衣服不会机器人，也会有我们这身丑不拉几的衣服啊。应该是都会，他会。我觉得鬼反而还比我们好看，怎么办？我也觉得，啊、好不好？突然觉得鬼好可爱。300块。嗯。啊。你可以离我差不多1公尺了，你站在走廊那边给我看过。来干嘛、啊？Hello 。好丑。啊！好丑。好吗？300块。不要，300块好贵，我宁可不接了。好，放这样，跟你这样，碰碰200块。
刚刚我一百块很少哎、欸，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？你对得起吗？一百块很多哎、欸，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吗？你实心，你实心去头去尾差不多一百块啊。好输了。我觉得蓝叶最好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电电的也没有到多糟。反正最糟的一定是我。最糟是那一件那个有围裙的那一件，就是有鞋子。我的梦想就是想要穿一双鞋子。哎呦，你好，我没按到。哎呀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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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啊，越快了，怎么玩？嘿嘿嘿嘿！啊！我要跟这怪人比完，你比多久？啊！我是怪人，我其实长得蛮帅 ，OK OK， 只是被包裹颜值。啊 no， 这，You hello hello， 好久不见，我才能睡，小西布里，答案答案。那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哎，绿绿。它名叫黄色，你骗我。哪有绿绿的啊？那种很像青苔的颜色哦，微黄微黄啊，有 go by OK OK， 蓝叶蓝叶 go， 答案，对，因为我这次也够丑的，为什么我可以穿到这么丑的衣服啊？哦，你看啊，我赌赢了，对不对？我赌赢了，他会赢。啊啊，我没在赌、哦。好啦好啦，我先道晚安，我道晚安。嗯，应该要开始道晚安的。嗯，今天辛苦，谢谢过来玩，我要思密。今天辛苦，今天辛苦，谢谢过来，拜拜。你刚讲错了。然后孔敏今天辛苦，谢谢过来，拜拜。母乐今天辛苦，谢谢过来，拜拜。音乐今天辛苦，谢谢过来，拜拜。然后，月今天辛苦，谢谢过来，拜拜。嗯，子 U A 今天辛苦了，谢谢过来，拜拜，拜拜。OK OK， 今天辛苦，谢谢过来，拜拜拜拜拜。啊，哎，这是燕，这是燕，要不要综艺进来 ？Honest 啊，嗯，很好，游戏关。这游戏 OK OK， 这游戏一起啊一起。哇，为什么不念啊？第一次重生会中奖杯。啊 ，OK 的啦 ，OK， 这游戏没什么，没什么困难。OK OK， 你看看 ，OK 啊，谢谢，谢谢铁蛋的十个小提点啊，不辛苦不辛苦。你看你看 ，It's all about the money。子子叶，你看你看，我还重生过咯，我还重生过了。OK OK，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什么好结局，你不想玩。啊、OK OK， 他结局是有逃出去啊，只是他被洗脑、嗯，就是听到关键字，你就会自动进入一些有点类似精神病的。我很怕。嗯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没关系啦，这个你不用玩他的序章，我可以帮你。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开始之后我能不能帮到你，就是。好了，我来看一下今天去哪玩，好吗？嗯，我们今天好了，我们今天再去一次我们很久没去的地方。
但他现在在打游戏，现在过去应该 OK 啦 ，OK 的啦，我想要 OK。想要看一下哦。你想要看？他怎么？哎，先的吧的吧，你好像来不及了，辛苦啦辛苦了，什么来不及？你今天去赏苏迪呀？有没有吗？啊，增加我的教堂可以获得250个点哦。OK OK。哦，对，感谢赞助小零食啊，感谢铁蛋赞助100元的小零食啊、哦，谢谢谢谢铁蛋，耶、yeah, ，OK OK。那是鸡蛋。啊，我们要走了 ，Go。